荧幕翻转哦，荧幕翻转是会怎样啊？我是会怕是不是？我是会怕是不是啊？开门！哇！哎呦，他很凶啊！我看你是很怕啊！啊！左边也有一只挡着哎，他根本走不了啊！哎，那里好像有路哎，有哎有哎有哎有有路哎有路哎，这里有开关。加三，哎，又加三，管他，先进去看看。所以这条路，这条路是刷经验值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区是刷经验值的啦。想练功就来这，先过一下的啦。哇，我的魂已经变成那个怪物了。第二次正关骑士拿个盾牌，扛枪的。我知道了，看懂了，他就是长枪攻击，闪开打他的屁股。哇哇哇哇哇哇哇！这么快啊！嗯，新招。啊！作者以为楼梯放一只，我们就会跑不动，是不是？不会吧，这什么动作啊？他怎么这样把我插死啊？别那么靠近，好不好？冲刺攻击！哇，怎么有第四刀啊？是吧？还可以投票了，投票什么？环境温度变化少50。哎，我被打到飞起来了！为什么我？哎，我怎么被麻痹了？完了，速度变慢了，是不是你们刚投票的那个？哎，我这样这个速度怎么打？吃我一锤！吃我一锤！哎，我变回来了，别再靠近了哦！不要啊！为什么还有第五刀啊？哎呀，藏得很深啊，藏得很深。荧幕翻转哦，荧幕翻转是会怎样啊？我是会怕是不是？我是会怕是不是啊？我就玩给你们看，你们见识一下真正的实力。啊！啊这好像。不太对劲，我现在是要去哪里？是要往哪里走？住在哪里啊？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应该是走得到了，就按键反过来按而已啊，也不难。没啥没啥，这次一定行。我就说不定我这样还可以打死 boss。OK 吧？哎呦！哎，这次一定能走到，信我。我的大脑已经处理好这个反向的玩法了。好像是这边吧，
等等，我们是往右边。哎，变回来了！哦，我无敌了，我无敌了。就说不难嘛，受死吧 ，BOSS！ 无刺，奔跑攻击。来，过来。哎，汪汪汪汪汪！怎么有块板子？我们最好还是跑起来啊！我建议这个游戏都还是跑起来。右边有一个计量条升起来了，这是什么？啊，我怎么开始扣血了？没事，进到 BOSS 区应该就不会再上升了。他一直在上升啊！完蛋了，我怎么快死了？呀！哎，这个抗辐射，哎，看一下，抗辐射披风。哦，他不给过了。Yeah. 即使你们用了这么多东西，都不能阻止我的通关了。哦、抗辐射提升，整套的灭龙套装。啊、哦，这一次有什么可以投？敌人125%，拿好看。我并不会害怕敌人的伤害。敌人就算打250%，我也只是笑笑而已啊。毕竟他打不到我。打完这把，大家一起去吃晚餐。不要啊！这什么果招啊？噎死啦！好啊，要这样啊！他直接就这样挖土机一路把我撸下去。哎哎哎，躲不过去啦！你们不要啊！完蛋啦、啊、怪物！想着中时候吸气，啊，保持自己的心态。完蛋啦，头要变大喽！我就看是能多大，阿斯能多大，变大对我有什么影响吗？我该闪掉的招还是可以闪掉嘛。快走！不要闹了！啊！该嗝屁的地方，那还是会嗝屁啊。大的这边有个梦想，就是希望可以这次过，大家一起去吃晚餐。他取命，第二刀，第八下，第九下，十三下，十四下，第十六下，哎，刷菜，刷菜，刷菜！没事没事，我应该可以处理他吗？应该是可以处理他的，大概可以吧。翻过来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影响啊，对我这种大脑已经完全开发的人类来说没有问题。好，OK 嘛 ，OK 嘛 ，OK 嘛 ，OK 嘛，哎哎，出我来哪里啊？应该是 OK 的吧？哎，我先去上个厕所，30分钟后马上回来。好，我看看啊，那我要开始走了。不是啊，他怎么那个按钮还是反过来的？还是正常一点好了。OK OK， 稳了稳了，没什么感觉啊，变快了吗？
毛竹刀，冲过来，赶快，我们要吃饭了。大家等你一个啊 ，boss。哇哇哇！我被他压墙角了。大家来等我两分钟啊，两分钟，给我个机会，让我们一起吃晚餐。啊，怪物怎么是转这里的？要不要让我过？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可以了，准备吃饭，大家准备吃饭喽！怎么变这么慢？回避、奔跑、开刀，我砍死你！我砍死你！迫使你成瓮中之鳖，你完蛋了！很好，来，捅过来！我送你上西天，再见啦 ，boss！ 啊哒，尼尔矿石，叫我阿嬷来都打得过他。嘿嘿，按订阅，按订阅。